主席，我呢就有機會呢就同一個建造業大聯盟的15個團體的代表呢就在本會那裡呢見過面的。好出奇地呢，主席或者閣下都未必諗到那個結果是這樣的。大家傾完之後呢，我得到這15個團體的代表呢一致呢又取得一個共識，就是個矛頭不應該只是指向立法會的公務小組委員會。其實呢最在這裡玩緊政治，最能夠有權去移動議程的就是梁振英。咁竟然呢我哋喺經過大概一個半小時嘅會議之後呢，佢哋都同意呀，啱喎，劉議員你講得啱，我哋呢會向特首都會爭取。咁不過可惜呢就係特首呢冥頑不靈啦。咁最近呢就主席都應該知道喺財務委員會嗰度呢就佢抽起咗四個呢一個有關民生嘅項目啦，包括咗咩呢，有兩項嘅係學校嘅資訊平台嘅撥款啦，一個呢項目呢係要加多十幾隻水警輪啦，一個項目呢就係俾消防處呢買水炮嘅。咁我為乜嘢而讓路呢，主席？就係為呢佢梁振英喺度香港搞呢一個內地嘅長官意志政治酬庸僭建工程呢嚟讓路嘅。主席，當然啦，我已經表達咗我覺得即係用呢個撥款條例草案嚟處理呢四項民生項目呢根本就冇先例，係唔係應該咁做，係咪符合香港嘅憲制秩序，我都覺得好大嘅疑問，有個問號喺度。但當佢得啦，梁振英嘅語言藝術呢就話，嘿，我冇影響到呢幾個民生項目嘅，因為呢喺2015-16 年度嗰個撥款條例草案處理咪得囉。咁主席，我相信閣下都知道呢，若果佢上星期五已經上咗嗰啲學校資訊平台，上埋嗰18隻水警輪同埋水炮呢，只要財委會一撥咗款，即刻就可以攞啲錢去買船啊，買水炮㗎啦嘛，去建構個資訊平台㗎啦嘛。但係如果佢真係當佢冇違憲啦，喺2015-16年度撥款條例草案處理咗先算呢，起碼我覺得最保守嘅估計，起碼都前五六個月先可以動用到嗰啲錢嚟到買水警輪，嚟到買水炮，嚟到做中學嘅資訊平台。咁究竟邊個喺度玩政治呢？邊個喺度犧牲有關民生嘅項目嚟到做政治鬥爭呢？嗬，我相信呢嗰個結論呢就好清楚，一定係梁振英啦。咁佢而家搞呢啲嘢呢好奇怪喎，主席。我呢就試過作為公務小組委員會主席嘅呢個身份呢，就試圖去調嗰啲議程項目啦。咁而民主派呢亦都喺財務委員會呢要求過張宇人議員作為主席呢係去調項目嘅。咁張宇人主席同埋本席呢都分別從陳家強局長收到一封信，那封信都有以下的一段說話的，我引述：政府就公務小組或者財務小組就是財務委員會議程作出預告時，議程文件的次序均反映政府對各項開支建議的整體緩急優次的看法，除非有特殊情況，例如緊急救援、避免標書逾期失效等，否則開支建議的排序一般不會改變。引述完畢。咁究竟梁振英咪話俾我哋聽，佢呢一個即係好似學內地嗰套咁嘅長官意志僭建糧粉局長工程係震災呢？嗬，即係唔係覺得自己面對一個政治災難，要加多一個糧粉入去先至可以幫佢處理呢個政治災難呢？咁唔係啦，係咪？咁點會係緊急救援啫？
標書預期失效，這個不是他們用的理由，而且創科局沒有標書的，怎會有標書失效的考慮呢？是不是主席？那這個是顯示什麼呢？即是說梁振英呢就不會讓我們去關注民生，將一些有關民生的項目由後面抽上來。但如果他要做政治鬥爭，他要做這個長官意志政治僭建工程，他隨時做得，即是說他在兩封信裡給財委會主席和公務小組主席的那些不是理由來的，主席，只是藉口。最清楚不過呢，如果不是，為什麼他最近會做這件事呢？主席，當然泛民主派呢對於要做好香港的資訊科技呢，我們是舉手舉腳贊成的，但問題就是他現在這個做法是令到人齒冷。第一，他很浪費錢，2200萬經常開支，那些事現在有人在做的了，那為什麼要加個位置呢？第二，這是蚊型局來的，主席，真是蚊型的，因為呢它的職能呢是很少，創新領域最大範的叫通訊呢仍然歸蘇錦良局長的局繼續管的，就算有個新局都。那另外主席，現在梁振英做了一半任期啦，最初上任的時候就開不到位，現在做了即是一半有多了，就在這裡夾硬來開這個位，那不是鬥氣，不是搞政治鬥爭，是做什麼？但是他搞這個鬥爭，他做這個鬥氣的行為呢，就犧牲了那兩個中學的資訊平台嘛，犧牲了18隻水警輪和一個水炮、哦、哇主席，即如果第日真的你說在海上要救援、啊、18隻水警輪如果少了，會不會可以將這筆帳算上梁振英頭上去呢？主席，所以呢講嘢呢就唔可以講一半，即係我哋建制派嘅兩位議員呢剛才發咗言啦，咁就話呢不合作運動啊，拖垮香港啦、啊、咁連嗰15個團體組成嘅呢一個建造業大聯盟啊都被我說服，權大啲一個叫梁振英，可以調動議程嗰個叫梁振英，他就去搞政治鬥爭，就犧牲民生的項目，那就將矛頭指向立法會的公務小組和財委會，因為有沒有荒謬得過這樣呢？至於兩位同事提過的、啊、不下數次這個所謂不合作運動呢，主席，與其你叫他做不合作運動呢，不如你叫他做一個運動呢，是可以突顯梁振英是怎樣虛偽呢？如果我們不是有這個運動，我們怎樣收到兩封這樣的信，跟著看到哇他在財務委員會可以當了這些這樣的給我們兩位主席的理由呢是沒有到、啊、那就自己去抽起四個民生項目，就為自己這個僭建梁粉局長工程名羅開道而已。所以我們的不合作運動呢，與其叫不合作運動呢，不如叫突顯梁振英虛偽的運動，突顯他怎樣講一套做一套的運動，突顯他怎樣犧牲民生來做政治鬥爭的運動，可能來得更加準確、啊、主席。主席，最後我必須提醒香港市民，立法會呢是幫大家把關的，我們最近才在政府政務委員會看過呢這個民航處、啊、怎樣可以在民航處長那個那個辦公室在個淋浴間啊，在這個民航處大樓裡面整個落地玻璃的跳舞房啊，要來做什麼啫？咁我哋就梗係要幫大家睇住呢啲嘢，同埋最近啫嘛，今朝我哋喺人事編制委員會成功地就係令到禁毒專員咧係承諾喺開呢個編內職位3年之內咧唔會搞強制嘅驗毒計劃，只係做研究。嗱，呢個先係正式嘅立法會點樣同行政機關互動，而係以市民福祉為依歸。
最典型的范例。謹此陳辭。財經事務及